各位记者、女士、先生，大家好哈，大家午安哈。那我们今天哈有新增335例，新增的275例、295例、315例、323例、595案、544例、401例，有493例、549例。那其中包含12例死亡。让大家知道我们现在的护理能力确实是不足的情况。隔离衣这样穿脱，至少一次再熟练也要20分钟左右。换天空何时会放晴？白天是从来不曾放弃，这个他们双翼不知后退，为了让我们的放心。病毒在笼罩，慢慢人们不再开口笑，快跑快走大海，都在脚边乱跑，为了上的继续一起玩通宵。他们坚守岗位，对抗病毒第一线，一生没见过面，却为了我们在第一位。穿着厚重装备，辛苦挣着双倍，这些不是枉为了你，为了我放一绝不放水。为了你们，看守岗位。